好啊！而家咧就成日都話咧驚嗰個經濟啦。咁啊，內地咧雖然就話都有信心咧，個經濟方面咧係都有翻啲信心，但係咧，我想問一下 Annis 啦，其實實情係咪又係咁啊？嗱，咁樣咧就好視乎工業、企業同埋各行各業幾時恢復正常啦。其實，與其咧睇大行點估第一季嘅內地增長有幾差啦，經濟師沈建光咧日前就發表咗篇長文，就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啦。佢就話佢研究過幾間公司咧幾年以嚟嘅年報，肯定疫情咧對民企嘅經營同埋現金流咧其實個影響係好大噶。咁其中新三板公司啦，表現上由以往嘅年報咧都顯示出佢哋其實咧有平均嘅足夠現金咧去維持兩年。年幾嘅固定現金開支，但係考慮到其他一次性同埋一啲大額開支咧，就肯定到其實就冇兩年幾咁多嘅。不過如果要講最差啦，就一定係餐飲業啦，因為其實個帳面現金咧只係能夠維持兩個幾月嘅固定現金開支嘅啫。咁即係關鍵咧，都可能喺嗰個復工嗰度啦。咁其實自從即係見到嗰個內地假期咧結束咗之後咧，嗰個復工情況咧就一路咧都俾外界關注嘅，啲大行又成日計住究竟而家有幾多復工率咁樣啦。香港啊、全球呢一啲咧都好注意呢個復工情況。係啊，咁所以《金融時報》個訪問都有講到啊，其實幾間內地大數據嘅供應商咧都不約而同咁話到啊，其實咧而家佢哋旗下嘅客户咧近期都出現一個搜集數據潮啊，佢哋都唔肯放過任何一個數據咧去了解而家內地嗰個開工咧究竟係開成點嘅。咁所以有見及此咧，好多內地嘅數據公司咧都擴大咗嗰個收集數據嘅範圍㗎。如果睇內地嗰個經濟活動咧，咁啊，尋日咪出咗嗰個新增貸款嘅，咁一月份咧其實都幾好啦，比起市場預期，但係咧似乎好似就冇乜人睇啦。你日日咧咪幫我哋睇住個大行報告嘅，踏入咧二月份，其實間間咧都推出咧佢哋自行編製嗰個 resumption index， 咁啊或者我哋咧簡稱嗰個復工指數係咪？冇錯啊！咁據了解咧，實在太多客去問啊，仲係日日問添。咁所以為咗服侍佢哋咧，就以大摩為例啦。佢哋每日咧都有公佈到嘅。咁喺工業方面啊，大摩咧就集中睇個發電煤嘅購買量。咁啊，截至18日當日咧，其實個指數啊按日係升1%，按年咧就仍然要跌45%噶。咁如果以量計嘅話咧，其實仍然咧係比春節之前嗰個水平咧係低55%。咁如果要咁樣去推算嘅話咧，大摩就講到啊，其實截至前3日為止啊，個工業復工咧都只係維持正常嘅3%至5%左右。但係佢就估計咧，到月尾咧就會升翻去80%噶。但除了工業之外，大摩應該仲有很多不同指數，是吧？冇錯啊，咁啊都係一啲交通運輸擠迫嘅情況啦。15日至18日咧都係回升翻嘅。咁但係大摩用嘅咧就係高德地圖嘅跨省市交通擠迫指數，咁啊發現到咧仍然係比舊年咧即係春節之後個正常水平係低㗎。咁但係咪淨係得大摩咧？頭先唔係話好多大行都有講呢啲指數？其實都真係好多間，係好多間嘅。咁但係就冇可能逐間都問啦，因為佢哋參考個指標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咁啊，如果係嘅話咧，我哋都可以睇多間就係匯豐啦。佢個指標咧就包括空氣水平啦、煤用量啦，同埋啲交通運輸以及啲樓市成交等等嘅數字組成。咁啊，個數字同樣咧都係計到去18日，個復工指數咧就只係25.5嘅啫，就比舊年同期個水平嘅。只係舊年同期水平嘅39%嘅咋，咁啊雖然啲官媒就有話到啦，央企咧就有80%咧就已經復工嘅啦，但係由於咧大部分嘅央企咧主要都係做一啲大型嘅工業啦，咁所以咧就以匯豐搜集到嘅煤炭使用量同埋啲空氣質素嘅水平去計，仍然咧係較舊年同期咧係低4%至5%左右嘅。幾間大行都好似得出結論都差唔多啦，咁啊即係復工咧，每日都好似有翻啲改善，但係仲係要有待改善。但係咧，似乎好似都啱啱未提到咁多內地嘅消息啦，咁啊仲有冇其他除咗內地嘅內地之外嘅復工消息啊？有㗎，咁係仲有咧可以提埋就係日本咧，其實有工場咧因為疫情而要停產嘅。咁而家講緊咧就係北海道個白之戀人啊，佢哋有兩個工場咧就要停產30日，因為咧佢哋就預計個遊客購買量就會減少。不過咧，即使停產，佢都唔會咧係供應不足嘅，因為咧停產期間啊，白之戀人公園嗰個參觀入場費係全免㗎。一手掌握有線新聞。